有的时候是安排在板凳上准备伺机而动的，今天都得在第一时间推出来。小黑这一棒打在左边方向，哇，曾颂恩一开始的站位就差不多在那里。是两好球两坏球，这个球拉回来，一垒手扑下去又把球拦住，我要抛给捕快投走来不及了，用触杀的方式抓到出局数啊，那挑战哦，同时对这个是挑战哦，对，应该会挑战哦。场上的张展荣先生进到了小房间，再来看一下这球，陈俊秀也是守得相当的精彩哦。接下来就是跟投手的一个配合，好像没有踩到哦，投手好像蛮接近的，没有触到吗？对，好，来看一下小房间最终的结果，一垒这边还是出局。今年陈荣基的五支全垒打里面有四支是打左投手，这个球有几手没有办法拦住，而且多碰了一下，来看陈荣基上到一垒之后回头啊，因为曾松也很快的就处理这个球，比较积极，对，都蛮战战兢兢的啦。李安可右边方向的滚地球，二垒手接球传一垒刺杀了打者，也结束了这个半局了。那陈荣基有安打，但是同时呢没有得分，两队还是0-0。